好了，还有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新闻快报。今天，王广华工笔花鸟画精品展在深圳开幕，展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王广华《南疆多影》《清风过后被清幽》等80多幅花鸟画精品。这次画展是我第一次来深圳举办个人工笔花鸟画展，受到了宝安区文化局的大力的支持，还有古风堂文化传播公司。我从事这个工笔花鸟画，接受了这个日本花鸟画的这种画法和中国宋代花鸟画的这个传统的技法相结合的，从构图和这个材料的选择上都是有我的个人特点的。这些作品将现代融入其传统工笔画的意蕴中，形成了很强的时空张力，并充溢着盎然的生机。您现在收看的是广东新闻频道。